好啊，那等一下如果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拿这个？哦，那我帮你看。可以变魔术给你看，嗯，这边有一条耳机线，你要变那个对不对？我那个音乐线吗？对，没有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仔细看这边哦，好，你看一二三，这是我们的音源线二代，二点零的概念是不是？两颗星送给你，瞬间心跳，拜。你可以变魔术给你看，没有，这边有三张牌，你我他。瞬间就只剩他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了你，还要我干嘛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一口气就很用力吹，好，再吹一口，来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现在脸有白的吗？你很烦呢。费，新年要到了，要送你一个礼物。哇，好浪漫哦！但不只是这样子哦。嗯，再看一二三，瞬间金沙巧克力，瞬间出现。啊，金沙！每个人都多少都会有些暗恋对象，心里有想。然后把牌打开。靠背哦，怎样啦？三翔，是吗？是他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吗？想他，用力想他是不是哦？来咯，嗯，感应到了，你的数字就是这个数字。干嘛？要干嘛？贝，万圣节快乐！来，请你吃糖果，拿一颗糖果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一只手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要发刀，不要。来咯，来咯，来，飞借我一下你一只手，跟你讲故事。嗯，小明每天上学呢，他要过五座山。为什么你可以把我的手画成面包超人的手？然后他放学呢，他也要很麻烦，要爬过五座山才能回家。嗯 ，OK。然后有一天呢，他又这样子上学过五座山。嗯，那放学他觉得很累，自己睡觉。这集就是因为大家那个魔术圈辛苦了一年了，嗯，所以就是就是要发红包给大家。好，这么好哦，随便花。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。里面还有我的小字条，真的是非常魔术圈的 style 呢。好哦，你讲话真的太大。怎么了？玩游戏吗？输了不开心，低潮。对，现在低潮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让你高兴。高兴。Watch， 一下子。嗯。二三。他就变成硬邦邦的。站起来了，那你吹口气。哦。它又软掉了，软掉了。一二三，哦，它现在又变母了，因为哇哦，你该不会是雷姆本人吧？嗯，哇哦，那请问你平常喝饮料的时候都怎么喝的呢？喝饮料就打开来直接喝啊，打开直接喝。嗯，当当，这边一罐可乐。嗯平常都是直接打开喝吗？对对对。但是我呢，不用打开来就可以喝喽。啊？吸管，嗯，直接放在外面。嗯，吸看哦，一二三。你好厉害哦！哒啦！我喜欢你哦！现在在雷姆角色的思想里面吗？好，我们谢谢，好，我们谢谢，谢谢，我们谢谢雷姆，我们谢谢雷姆，好。